刚刚的崩端与我无关。我信你个鬼！你个糟老头子，坏得很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了 USB， 我的天哪，这 USB 里面会不会有？插你鼻孔的。讨厌。哎，居然还能开出一个苹果的，这个苹果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效果呢？哇，又是这个！我觉得吧，这个东西应该是电线吧，应该是类似于电线一样的东西。怎么啦？你开出什么啦？没开出什么。那你惊讶？惊讶你个头啊！我就是开出一个绿绿的，有点像键盘那个下那个上面那个叫什么东西一样。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？就是想表达我开出了个东西，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。我的天哪，这什么头盔？哇，这什么啊？这什么啊？你踢我！这什么头盔啊？等一下，你先让我从天上掉下去！哎呦妈耶！这什么鬼头盔啊？等我来踢你看一下。你看我，这什么鬼头盔啊？哥，你的脸上长了一个人吗？我怎么感觉像红色帽子，然后两个耳朵？啊，这个头盔给你。然后我还是带这个未来战士的，对，我刚开出什么？一瞬即逝。你可爱。你的手都没了。没有就没有吧，断胳膊断手总比断头好吧。好，设置下重生点，继续开。哥哥救命！我救不了你，距离你太远了。和平一下可以吗？拜托了。喂，为啥要和平呢？拜托了，哥哥，我没有武器啊！不，就不啊，就不不啊！那你就等我开出那个炮吧。嘿嘿嘿嘿嘿嘿，好，下次了吧？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完了，赶紧跑！我真的需要一个武器，拜托了，什么武器都行啊，开！喏、哦，你刚刚我刚刚就经历了你之前经历的。哥哥，我不想说了，我又一直重生不了了。哎，好了，可以。2500点伤害的，又干什么？我可不像狗，我可不像那只狗当一样好欺负、啊，哼。哎，我看到一个武器。哼。裤衩子，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？刚刚不知道，叫你们欺负。哎，又一个炮，这个炮是一样的吗？好像这几个炮都是一样的。一飞冲天，他来我这里了。哥哥，你能不能给他解决掉？哎，这视角，咋回事？什么呀？哦，这两个家伙是不是要嚣张啊？小哭哭，哼，让你们一发入魂。这又是啥？这个东西没什么卵用啊，怎么感觉像是键盘的按键？哥哥，我也看到那个狼爪爪嘞。小僵尸攻击力这么强？对，兄弟。最大生命值减100，这一发让我自己入魂了。亚美队，我也开到 USB 了。沙子，插你鼻孔的。哎，又是这个帽子。我的右手大不大？哦，这个就是我之前看到那个怪他带的那个。我的右手大不大？可以右键吗？不能右键。我的天，感觉
感觉这个是一套的，应该是跟我的头盔是一套的，可能吧。果然啊，很有可能。哎呀，我把什么东西丢掉了？没关系，炮有这么多，很有可能他这套装备就是未来战士的。为什么我就开不到炮呢？不知道还能不能开出来？啥玩意？岩浆，完了，把我的幸运方块都堵掉了。嘿嘿嘿嘿，我被岩浆围起来了。是这个重生点神，千万不要开出好东西。哎，钻石 USB 烧掉就烧掉了吧，没有关系的。干啥呀？啊，我讨厌这个幸运方块，讨厌。挺好的呀，特别好玩。我为什么老是开到这个许愿井啊？不是许愿井，就那个自然来上面掉一堆东西，气死我了。这么好玩的幸运方块，我觉得下一期还可以继续再开一期。它这里面的东西特别好玩，应该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咱们没开出来。你看我手上这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，我把这个东西丢掉。你看，就那个爪子呀，爪子我不是是这个，这个是这个爪子，你看，这个是另一个。你回想一下，我之前有没有给你看过金刚狼的爪子？我说有点像是金刚狼的爪子。这个、你记忆真的是喂狗了。这个是我，不啊、哦，好吧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真的是。这些药水有什么效果吗？瞬间治疗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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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给我一根萝卜，什么鬼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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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没死。哦！干啥呀？我发了什么事吗？连续劈我！神经病啊！的是，衣服。又一把武器，攻击伤害加二，这武器一样的。哇，好多空的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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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速跟不上了，完了，我开完了，我终于解脱了，妈耶！干啥？什么东西又炸了？什么鬼？我过来为什么又死了？我不知道，莫名其妙的我这边炸掉了。我才刚传送过去就死掉了。我决定来这边把东西丢一下。你有没有那个炮？没有炮你就认输吧。没有那个炮你就认输吧。嘿嘿嘿，许愿池。我不服输。我就不服输。好，不服输是吧？好好的呢。哇，全是楼梯。我这还有这么多幸运方块，哼，我机会还多着呢。金屁股，附魔书，木头，就好东西了。哇，这后面开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哦？原版的东西吗？这么对我，你真的好吗？好棒棒呀，兄弟！好棒呀，哥哥，给我开一个你的呗。不，走，你不需要你开。走，不准开！将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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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四个，还有四个，看一下，看一下还有没有机会。我觉得我还有机会。衣服，插那个衣服。又一把武器。
哎呦，这 U 盘给我这么多干什么哟？神经病哦！那你多存点。是的，可能里面有什么老师的作品吧？嗯。干啥呀？开我新房快！干啥呀？我没开，是你自己开的好吗？嗯，这口水喷的。他还在反伤呢！你不能，如果能看到他的衣服就好了。他反伤很变态的好吧？对，打一下死一次，嗯。找你。最后一个了，哥哥。有。完了。你觉得你进得了我身吗？我们来一场公平的 PVP， 不要加上这个炮好不好？你觉得你进得了我身吗？来 TP 我哥哥，我们来一场很公平的 PP。 哈 ？PP 很公平的啥？你下来呀。很公平的啥？你不带这样子的呀，你至少得在一个平行线上吧，你这太过分了。我没死我也没死呀。我自己给自己弄死吧。哈，等一下，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，哇，这个东西好玩。我发誓了，我永远都，我从来没吃过十八把。干嘛呀你啊？你拿我过去行不行？我在把这个火给扑灭呢，你不要 TP 我哈，你 TP 我吧。我这个东西好玩。我发誓，我从来没吃过十八把。打不着我，来。我也在空中。等一下，哎呦，来呀，我两只手都来操作了，你敢信吗？我躲来躲去的。我就知道你肯定又会 TP 我，我劈死你，我召唤雷，我劈死你！哎呦，我自己都劈到了，什么鬼哟？我不服输。等一下，我这还有。等一下，这个东西我特别懂。哥，等一下，你先别弄。哎呦，你别弄了先，刚刚这个蛮厉害的，这个任务被包错乱了，你先别动。这个好恶心。等一下，不要动哈，你看这个鞋子。还这个裤子，你看这个裤子特别有意思。哎，这个不就是跟我这个配套的吗？对啊，还裤子有意思对吧？还差一个衣服啊，还差个衣服啊。没有。哇，这套装备抵御的伤害很高。对啊，我刚刚就是穿了这个衣服，然后就抵御的伤害蛮高的，但是现在没有裤子，但是抵御伤害也蛮高的。你拿那个炮一下打不死我。你看我的右手，捶你一下，怕是你会哭很久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会哭很久的。我直接洗掉。你会哭很久的，我告诉你。我不会，我不哭。哎，怎么感觉这个拳头冷却吧？好像是有冷却的，你看。你现在再打我。那是有冷却的。有冷却。而且我自己还会扫血。整。看我右键，你再打我看能不能防御。能，因为我也死了。这是衣服的反伤效果好不好？这个呢？但是我刚刚打你就没有死呀。我也打不了你刚刚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感觉你看我打你之后我会瞬移到你旁边。是吗？那等一下你看。你看呢？好厉害啊，对吧？请叫我未来战士终结者。快等一下，你先别动，你还这么远可以瞬移过来吗？打不着你啊，攻击距离没这么长。这里就这里。好，那。哇，好厉害，这个蛮厉害的。那我试试这个。这个并不可以。你再打我，你肯定要死。再试试这个。打不着。等一下，我跳不起来了。可以不让你飞上天是吧？这个2800，差一点就突破2900。
啥玩意？还是很棒棒的。这个新方法挺有意思的。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咱们没开出来。嗯，到时候可以。你看。再开一下。好了，咱们先结束这一期了。嗯，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